这是我原来的家族啊，这么优秀的歌手。话说曹操号召了18路诸侯讨伐董卓，公推袁绍为盟主，袁绍令江东猛虎吴城侯、长沙太守孙坚统精兵10万，浩浩荡荡杀向汜水关。消息传到了长安，可把那个老贼董卓给吓坏，赶忙召集文武大臣。吕布高声说道：“相父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？你就给我一支将令，我视这群诸侯如草芥一般。”曹操闻听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有奉先无儿，报父无忧矣。董卓刚要把令交给吕布，没想到却惹恼了一人。且慢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区区小事何劳温侯大驾，某家不才愿在汜水关前斩杀这帮乌合之众。哎呦呵，董卓心说，我这儿能人还真不少，这是谁呀？他举目这么一看呢，就看这个球啊，直奔那个门啊，虎背熊腰，什么狼什么什么是裘髯呢？这个裘啊，别人的胡子是一缕一缕的，可他那个胡子呢却打着卷，用手这么一揪，2尺多长，一撒手扑噜又全回去，头戴青铜狮子盔，什么神穿夜，我得快点啊，足能五彩战靴，这人是谁？正好是关西好汉大将华雄，在他身后有一名小校，给他扶着一口三零四，一口三零三，哎，过不去了呢。这口刀刀杀人无数啊！让他那几句话说的是真狂啊！杀这些诸侯如探囊取物一般，其实一点也不狂，人家是有真本事。董卓大喜呀，当下以华雄为大帅，胡虏为先锋，赵顷为副将，李肃为谋士，领兵精兵50000，一声炮响，兵发汜水关。华雄到了汜水关之后，一马当先，斩杀了不听号令私自出兵抢攻的第9路诸侯，冀北相包心的兄弟包忠，我这嘴跟不上溜。袁绍得知了消息后大吃一惊，这还得了，江东猛虎都让人家给杀败了，华雄这员将怎么就这么勇呢？他立刻声张，把所有诸侯全部请来商量对策。诸侯们中军大帐刚一落座，就有小校来报华雄讨战。这华雄他也来得太快了吧，好像决堤的河水一样，人马就涌到了袁绍的营门前。华雄还让手下的小校用一根5尺5丈多长的大杆子挑着孙坚呢，顶列燕关在营门前骂阵。你说这多寒碜人呐！啊，是吧？袁绍大怒：“什么人？来阵前取华雄去手！”华英刚落从边上走一个去，末将袁华，哎，一看小将，这个是吧？多加小心，料也无妨啊。挂上马，杀出营门，功夫不大，小将来吧。启禀王主，华雄倒闭于是啊，出去一个回合都没登上，这华雄给宰了。哎呀，这华雄如此厉害。盟主休要长华雄威风，灭我锐气，末将不才，愿擒华雄于帐下。袁绍一看呢，这是潘峰将军呐、啊，潘峰潘将军接令，
韩凤提刀上马，一声号炮杀出了辕门，没有片刻功夫，小彪来报：报！你别报了，我知道结果了，被华雄斩于马下。哎呀！我一听傻了，这华雄这么厉害的吗？是哪里来的？新乌鲁木齐，新疆羊肉串儿。袁绍叹息道：“哎！”啊！局幕这么一看呢？只见北平太守公孙瓒身后站着一人，此人身高八尺开外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胸前飘洒无序长须，头上应戴应该绿有什么绿帽绿的战袍。冷笑者何人呐？这一问，听他赶忙抢步抱拳行礼：“末将不才，今官名羽，字云长，愿讨盟主一令，取华雄首级。”袁绍问道：“而官拜何职？”“马弓手。”呵呵，这个他就气晕了呀。什么什么马弓手也敢逃令，那不得让华雄给笑死啊？小小的马弓手也敢强量左右，还不给我打出去，更待何时？且慢，袁公此言差矣，此人既然口出大言，必有惊人本领，让他阵前一战又有何妨？战得了，战不了，回来再治也不迟啊。这个是吧？把令举起来了，可是他又见举令的，举起来的令。列位大人，关羽到阵前被华雄得知是一名马弓手，岂不笑煞我等？曹操把令接了过来，吩咐给云长备马，把备马当空，什么倒酒一杯，举到云长面前。云长饮下此酒，再战不迟。关羽手捻壶须，看了看曹猛：“多谢曹公厚意，此酒暂且放下，关某去就回。”说完，他走出帐外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飞上赤兔马，直奔那个疆场。哗哗哗哗哗，功夫不大，就看营门外金箍大座，号五角长鸣，惊天动地，好像天崩地裂一般。这些诸侯都坐不住了，一个个面带惊慌。袁绍一听，完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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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时候最为关羽担心的是他大哥刘备刘玄德。刘备替二弟关羽捏上一把汗：“哎呀妈呀，能打得个华雄吗？这玩意儿。”更着急是张飞张翼德，他大哥站在后边一个劲儿摩拳擦掌，后悔刚才没有讨上一支将令。哎呀，到阵前给二哥助威，袁术到那里撇嘴，用冷眼看着曹操，心说：“关羽被我看你这往哪儿搁？”曹操坐在那儿若无其事，真是乃淡定一哥。正在这时，只听帐外马走玄铃，哒哒哒哒哒哒。
关云长打着由外面还只见的高挺胸膛，手捻长须为何耳目，用手这么一抖，啪啪啪啦啦啦啪啦啪啦啪啦，就把华雄的手机扔在大帐的地上。曹操用手，哎呀呵，这是温云长停杯诗英雄，酒上温温酒，这就是温酒斩华佗啊，不是华佗，不是华佗。